我只开下午一小时跟晚上一小时，所以比较少。那今天下午有开个四个小时多，那现在开到也有四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所以才想问问看有没有人吃到广告。现在 FB 最新的东西啊，像佛跳墙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我也没看过佛跳墙的广告啊，我都是看那个类似王国纪元的，就是一开始叫什么砍木头，有的没的。叫你要去砍木头啊的游戏，下去。刚开台的时候，还是刚点进来的时候，都会有广告，这什么鬼？教主说应该是万国绝啊，对，万国，对，就一开始就是什么噔噔噔噔噔，有个很大的 BGM。那如果当时我在那个以前他记得伺服器盖成这样子。我就不用在里面住三天三夜了，住个一天就有15颗头了吧，应该啦。推你好卡，你怎么了？是你家卡还是我的台会卡？不要吓我，我的小心脏收不起惊吓了。哦，对，我的烧烤刚刚九点多，我妈拿了烧烤过来。我的天哪！可是开台吃什么烧烤？哦，手会弄脏哎，我会弄脏键盘。哦。哦，这个烤鱿鱼哦，哇，好多猪猪，哇，哼，应该回家再酿个力量药水那些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有中介箱。
就可以在中介箱里面放力量药水、速度药水。不是我跟你讲，就算我跟你们讲说我在吃口水，你们也不会相信啊。我其实是把一坨卫生纸往嘴里面塞，也可以吃得很好听。哇靠！会不会连十点半都打不到一颗头啊 ？Surprise！ 来不及咯，你已经下去咯。嗯哼。哦，有点危险哎。不然再补一点点儿。默默靠在你的胸口守候的，不是胸口啊，默默在你身后守候的我，绝不放弃追逐你的生活。我的心你不懂，我努力让你感动。你躲在后面啊。其实效率真的还算不错了呢，明明没有在打，这个效率还行。最近你们最近就是天天剪片剪到有点，哎，他会射。谁家？你丢搞叫什么声音？身上没带铁，铁需要铁。够，我今天上课是小老师上台唱歌，唱什么歌？哇，这是处罚吗？还是玩真心话大冒险？
中一下，中一下，中一下。啊，有什么东西？因为是小老师才要唱歌，怎么可怜？那谁会想当小老师？除非是那种很喜欢唱歌的人啊，唱歌又好听，很喜欢唱歌的人才会。就是音乐小老师有没有？啊，没凋零骷髅头哎、欸，没有凋零，没有骷髅头。哎呦，只能吃宵夜了。好啦，吃宵夜时间。哎、欸、咻。包括我们今天杰克怕死哎、欸，我们班没有人在当音乐小老师，因为小老师才那个。不是啊，看冲啊小。不要乱，卖乱呐！党四爷内，上有族人，族人，哎、欸，有了。好多、哦，哪里？哇，他从那个风射下来哦。又一颗。下午也是哎、欸，打到一颗之后，马上打到三颗，天啊！你刚刚射我，就是你了，第三颗。哇，这边数准掉。
下哦。地狱幽灵叫声让我想到之前查的时候是猫叫声，对啊，它就是作者的猫的叫声啊。那你知道地狱幽灵被射的声音跟被打的声音是什么吗？对，就是作者拿弓射猫跟打猫的声音。没有啦，我乱讲的啦，不要当真哦，我乱讲的哦。哇哦，报应来了。虐猫啊！人生啊，如梦啊，这边可以。猪人的皮，猪人不要跳，让我看。哇，走错了，在楼下。嗯。没有啊，你要知道，他说尹永义的叫声是猫在打呼的声音啊。那尹永义喷出火球，不就是猫吐出猫那个毛球的声音？对，这样讲也有道理啊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隔天就什么麦块的动物的声音啊，麦块的引用的声音其实是惊叹号惊叹号，哎，怎么放不同边就上来，哇，这就是没鸭子好。好，你们打完再跟我讲。就是你了，哎，我的天哪！史莱姆真的是很烦。1:08:08。
错。哦，他也会想打这个哦。啊，要修啊。嗯。好啦，我可以去玩游戏了。待会要玩的是一个爬塔游戏哦，所以如果要看的或是要挂台的，欢迎留下来。那如果要去睡觉、要休息、要去忙的，方便挂台可以挂台哦。那我们换游戏吧。那游戏其实有点时光屋哎。玩一玩，玩到时间真的有点过很快。哎、欸，可他是不让我走，你是不让我走。好，他要让我走。还有没有凋零骷髅的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射起来，射起来，射起来。懒得打，懒得多了。来来来来，让你打，让你打，他会烦死啊！好，哎、欸。猪猪猪猪，哎呦！爆炸了，还好教主之前没抽中佛跳墙，要不拜托，我有听啊，那个谁一大堆人要抽，所以他是真的很强很强的那种新角色吧？那感觉之后等下一次新角色应该又会比佛跳墙强啊，所以应该就又还好吧。你让我走不走啊？怎么还有啊？龙井比较好，但佛跳墙就是帅。所以你们觉得有没有像玩恋语的感觉啊？那些声优啊，让你们有没有像恋爱的感觉？
这样你是立什么 flag？ 你说教主抽到的话，我就弃坑这样子吗？没事啦，我还有一次真还没抽到，我只抽了十抽，第二十抽还没开始抽，抽到的话就跟大家说一下哈。欸，来来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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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欸。欸，升僵尸正常吗？我知道会升窟窿啊，升僵尸正常吗？欸，我从来没看过僵尸欸。欸，又升了。哎呦，发誓我第一次在这边看到僵尸哎！嗯，还是我看的太少了。你看我这两天在这边打怪都没打过僵尸啊。我书读的少，但你不要骗我。哇哦，这把猛的。快十一点了，我还在执着于吊唁骷髅头。好了，不执着了，不执着了，换换换换换，该换就该换，该换游戏喽。离开游戏，游戏名称 ，OK， 开始游戏。今天的猎龙好像还没领每日欸，我先上去领一下好了。每日先领一个，那我们再立线。我也没看过啊，卡普空。
哦，果然还没领。完了，今天还没抽哎。好，挂一下，我顺便吃那个，吃个宵夜。画面现在有点卡是正常的，我开了两个游戏。啊好。结束啦！
好了，今晚到底能不能打赢第一只 BOSS 咧？哎，反正可以打赢的。在那边贪心气死，被自己气死。打怪。